你不是要问我是谁吗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就那么一句台词，你也不让我讲。大聪明，你长得好大，好大，好大！你是谁啊？我是火孩儿。哦，就是踩风火轮那个嘛，对不对啊？今天我右边，好，渐渐来到中间，渐渐的再来到右边一点点。小超出来点。我要出来一点，我要出来一点，再出来。要对抗的感觉，要对抗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他像好朋友了。来，小天，好了吧？你说，哦，你说，为什么被说服了？哦，为什么被说服？是前辈的压力吗？还是？不是，因为他应该实在是太热情，然后。很兴奋，很开心，然后很，就我其实很一方面是很羡慕的，因为潘哥到现在这样子的地位，然后他做的事情就是他真的是他主动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很有梦想，很想去实现。我个人已经想到了，你看现在台上这么多人，然后如果跳得好，就是这个大家的功劳，对不对？我跳好不好，你就归罪于。随便你要怪谁都可以。